鲍保罗希望加盟雄鹿，欲连字母哥扬尼斯冲冠，能如愿吗？雷霆控卫克里斯保罗是一位野心大和实力并存的球星，虽然现在保罗在进攻端的实力有所下降，但是他的组织能力在联盟还是顶级的存在。雷霆这个志在重建的小鱼塘当然不是这位想要变龙的野心家所在留得住的，雷霆也想快点送走他。保罗身上背的4年1.6亿美元顶薪合同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中，此前就试过交易保罗，但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成功。但是今天据美媒的 Ringer 的记者莱恩拉斯洛的报道，保罗希望能被交易到雄鹿，帮助字母哥阿德托昆博争夺总冠军。如果保罗能如愿加盟雄鹿，对球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实力必定有所提升。新赛季到现在，保罗跟随雷霆打了4场比赛，场均得到13.2分、4.5篮板、3.2助攻，投篮命中率41.9%，三分命中率50.0%。他有没有尽全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这样的数据，雄鹿去花大代价交易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或许是保罗投的烟雾弹吧。